他煮啥个大包的，全白的。还有家伙。多少？哦。嗯，我叫全白白哟。哦，他可能替他儿子的去。哦，咱等有话的了，等。嗯，等车来了就走。蛮好看吧？挺好看。走亏了，我感觉过的。我到现在画很，这个大嫂学的，那种假货了。哎呀，走亏。人一辈子吧，过得卡亏，一再以后几年就过个了。我到现在过了25岁以后走亏了。不敢去。25岁之前吧，到现在就那样。21、22，过了25岁，你看。我今年的29了，一眨眼30岁啊的，哎呀，真亏的。他一肉也就和那赵家哟，也是一段一段的，哎。和赵家似的。哎，这个赵家一个赵家小妹妹，嫁妻，人们一出户，小妹妹只有媳妇，这肉也是，结断婚以后是回来不拉扯黑的就不稀啊，哦。是个年龄越大，感觉我的越亏。其实亏是一阶段一阶段，哎，就搁这年数啊，也是，一段一段的走。哎，幼儿班不多的，还小时候，该到一年级了，总觉得这个人，说你要你幼儿班该去差不多一年级了，多的，还挺有兴趣，我就不接上。该到那5、6年级又一个月。都初中3年啊，高中、大学，哦，出上社会，哎，出上社会高了，结果我去的，自飞船了，哦，看的时间也快了，哎呀，咱挺好，哦，这都是青春时代。我就感觉卡亏了的。都一成专家以后，哎，成专家以后，以后一个干家了，过的也不行，总觉得也。这个人一辈子活的挺幸福，尤其当今这阵子。可能后面觉得亏，可能就是因为忙，要不就是长大了，可能当的多了吧，哎呀，真亏感觉。哦。25岁之前啊，还上学的人啊，哎呀，我就当前过的也就那样儿，不大些。都那个人一难都出来休息了，在坐着就回想起来。这个大年，一辈子再有亏的，一再一呀，那么事么就跟一天呀、啊，嗯，就是一天，实际上一辈子就是那么说是一天，不管你活多大是一天。欢迎点赞关注，跟着雪花看更多精彩视频。